而家今晚开始，我哋今晚嘅茶经，我哋低头，我哋而家系准备今晚嘅广东话茶经。主耶稣啊，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系啊，有主你嘅话语系帮我哋，我哋奉主你嘅名聚会，系啊，你带领我哋，保守我哋，系啊，俾我哋今晚系讲出啊，主啊，你自己嘅奥秘，系祝福系所有啲听众观众，系啊，俾我哋喺神嘅话语里面系得到。系啊，帮助，系保守，同埋祝福。In Jesus' name, Amen. Okay. 今日系1月26号，系农历新年嘅第五日。啊！我哋查经系啊，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讲话 He is the ruler and the judge。呢个 He 咧就系讲耶稣。咁啊，但系即系我哋系今日仍然系用旧约嘅经文系啊，用即系查，但系我哋咧就查考咧就系啊，想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咁咧，今日嗰个经文咧就系悲诵系大约1年前咧，我哋咧就有查过呢段经文啊，咁咧就 turn out，然后即系里面有好多嗰啲系智慧喺里面，因为系神嘅话，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照翻旧年嘅那个经文咧，我哋旧年系查过，咁咧就系即系话，英文咧就系话系，即系 what is the judgment？即系我哋系 focus on 呢样嘢，因为咧系啊，我哋旧年咧个查嘅呢个啊呢、这个呢、这个嘅经文咧，就系、是、本来咧就系、是、根据佢哋Torah portion，即系佢哋犹太人嘅。佢哋嘅 study portion，咁咧佢哋个 title 咧就叫 Mishpatim 咧就 judgments，即系双数嘅双数，即系咧换之咧佢 Mishpat 咧就系一个 judgment，然之后加咗 im 咧就变咗双数，咁 啊所以咧咁啊我哋咧就系、是、you know pattern after 我哋旧年嘅查经。啊，即系经文就梗系跟圣经啦，咁讲。咁咧个内容咧，我哋咧就系、是、个 portion 咧就系、是、出埃及记第21章至24章，同埋喺耶利米书咧就系34章啊，同埋33章。咁啊，我哋会喺嗰度拣啲嚟读。咁咧就系、是、先系睇读一读嗰、那个创世啊，出埃及记第21章。头嗰几节，咁咧佢哋个 title 咧 judgment 咧就系呢个典章呢个字，典章，咁就即系话，因为after 10诫之后咧，佢其实咧就仍然系有好多嗰啲律法，即系嗰啲，即系 litigation 嗰啲，即系娱乐细节啊嗰啲咁样。咁咧，即系好似article 几多啊？咁样即系好似而家啲法律咁样，即系你根据咩 section 几多或者 subsection 几多咁。咁咧，所以 anyway，咁啊，所以呢个典章，即系换即个律法嘅内容。咁啊，呢个因为系 right after 个10诫，咁啊，所以咧差唔多好似即系个 chapter one 咁，即系 for in terms of 典章嚟讲，即系好似个法律书。即系咧就 after 然后嗰个 main course，然后即系10诫咁，跟住咧21章咧就呢度开始，咁佢排即系差唔多好似排第一咁。Anyway，我读俾大家听吓，咁咧就系21章头嗰6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卖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拿他到审判官或神那里，又要带他们到门前，靠近门腔，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咁咧就呢段经文好特别，好特别啊，好宝贵。咁啊，点解咧？咁讲，我即系先解咗先吓。咁咧呢个希伯伦嘅即系个仆人咧，咁啊即系话，即系个律法可以咁讲，即系话佢哋可以系有啲人穷啊，咁啊即系嗰啲啊，咁啊其嗰啲有啲同胞，即系佢哋大家都系啊，即系。原来希伯来人咁个，咁咧佢可以买，但系佢买咧就系、限佢咧就系、做6年，咁啊然之后第7年咧就要放佢咁讲，咁啊但系咧如果佢系嗰个主人咧就俾咗佢个老婆，咁然之后喺度生儿育女啊咁，咁咧佢咧就自己佢只能够自己走。即系佢系有自由身第7年，但系咧就系自己走。咁但系如果佢话哦，我系即系咧，我爱主人啊，我又爱啊嗰啲妻子儿女啊咁咧，咁咧就唔想自己走。咁咧，个主人咧就要系带佢去，即系搵个审判官嘅。咁咧。又然之后咧，就喺门口嗰度咧，个门咧通常咧喺古时候啲门都系用木做，即系唔理系砖屋啊，定系泥屋啊，定系石屋啊，咁啊，佢哋通常咧就揾啲木嚟，即系 form 嗰个门口。咁所以咧就喺门口嗰度咧，佢咧就喺个门框，即系喺个 jam 嗰度咧，咁咧就即系揾个锥嚟锥佢嘅耳仔，咁咧。就係、是、代表咧，佢就係永遠係服侍個主人。嗱，但係咧，呢個咧，其實咧就係咩咧？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冇人落守到十戒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擺佢係 number one 咧，就係因為點解？呢、這個咧就係、是、代表耶穌，耶穌嚇、我係咁講，你信唔信咧？咁咧就係、是、因為十戒都話冇人守到，OK，咁咧就唯一辦法咧就係、是、揾。真正嘅 Hebrew servant 咧就只有一个，咁咧佢就系喺度咧做6年，咁啊点解用6年咧？因为咧人嘅岁，即系嗰个 number，人嘅即系代表人咁解，咁啊佢即系话换之耶稣咧成为人啊，咁咧佢就喺度做6年，咁啊即系话，即系佢成为人啊要做。就侍奉主天，即系父神，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咧，佢就系、是、要嚟呢度成为人咁讲。咁啊，第二咧就系、是、话，哦呢度咧佢本来可以走，佢如果唔中意啲人咧，嗰啲人又话好难拒绝佢啊，同埋即系人啊，即系好多罪性啊，咁即系污糟邋遢啊，咁佢可以话哦佢可以自由身走，佢可以从头嚟过，即系揾另外一班人，即系呢个地上嗰啲人啊，not that good 要佢受苦。但系咧唔系，佢话我爱个妻子同埋儿女。嗰、那个妻子系边个咧？我耶稣嘅妻子就系太嗰个教会，佢嘅新妇。咁啊，儿女系边个？就系、是、我哋咯，我哋系。即系耶稣救我哋，我哋系佢嘅家庭，我哋系佢嘅亲人，我哋系佢嘅，即系妈或者系弟兄啊姊妹咁啊，所以咧佢宁愿咧就系、是、受到痛楚，即系钉后钉啊，喺个耳仔嗰度啊，哇，系几伤咁啊！呢个咧就当然系代表主要为我哋受苦啦，甚至系受死啦，即系好残忍嘅，好伤。
咁咧，但系咧，那个 outcome 系咩咧？outcome 咧，佢就系、是、啊服侍天上嘅父，即、就、系、是、个主人，同埋咧，佢亦都系做服侍咧，埋佢自己嘅家人。佢嘅家人系咩？个老婆咯，个老婆唔系叫做老婆，系新妇，就系、是、个教会。咁然之后咧，个嗰啲仔女，嗰啲仔女系咩？就系、是、我哋咯，你同埋我，you know，即系多谢耶稣，系 forever。呢个讲 forever 嘅，吓、啊、个经文嚟讲啊，所以咧，哇，系真系冇得定，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forever，即系佢咧系啊，愿意屈身咧就系、是、成为人，咁啊，然之后咧受为我哋受苦难，咁咧就吓佢宁愿系咁啊，佢虽然佢话佢限制咗自己自由身，因为点解佢？带埋即系个新妇同埋啊啲仔女一抽二楞吓，咁 啊我哋啊以后都跟住佢，哇真系原来系好奇妙嘅事啊 boy 吓，咁咧就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咧我哋都睇到嘅，因为咧 even 喺圣经嘅第一章第一节咧都有睇，咁啊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咧就中文咧就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咁咧就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咁咧但系咧啊 turn out 咧系啊原文嗰度咧佢哋就系啊冇摆咗耶稣喺中间啊呢咩意思咧咁讲？原来咧喺啊希伯来话，即系咧旧约圣经系啊 Hebrew 嘅，即系希伯来话嘅。咁咧就系啊由右边开始，由右边开始，咁咧就有七个字。You know, 七个字，Barashit, Bara, Elohim, Ed, Hasamayan, Ve, Haras 咁咧就所有啲圣经咧，即系人嘅圣经系 translation 嚟嘅，即系咧有啲系英文啦，有啲系中文啦，有啲德文啦，有啲拉丁文啦。咁咧，但系佢哋个个嗰啲 translation 咧，净系译咗六个字，但系原文有七个字。咁咧就咩咧？就系、是、in the beginning created God，然之后 skip 咗呢个字，然之后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咁啊，所以咧啊，又系七对一，即系好似正话讲过，即系个仆人咁啊，个仆人咧佢就做六年，睇唔睇得？因为六咧就系、是、代表人嘅数目啊嘛，咁所以咧呢、这个咧就系、是、创世嘅第一章第一节又系咁样嘅。又系六同埋一，因为咧耶稣咧就喺正中耶稣，咁啊我哋点知道咧？咁啊我哋以前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如果你唔明嘅时候咧，你诶得闲就睇下其他嗰啲 video，咁咧就系我哋讲阿力塔，咁啊点解呢个就系代表耶稣咧？呢、这个853呢个 number 咧，咁咧佢系两个字母嘅，就系、是、咧阿力塔。阿力塔，咁咧阿力塔咧就系、是、希伯来话嘅个 alphabet 咧，就系、是、第一个同埋最尾嗰个字母，第一个同埋尾，即系阿力咧就系、是、第一个字母，好似 A 咁样，Tav 咧就系、是、最尾个字母，咁咧就其实咧就系、是、耶稣讲过嘅，佢咧就系同啊佢自己嘅使徒约翰咧，佢喺启示录嗰度讲话，I'm the Alpha and Omega。咁咧，我读俾大家听。OK，咁咧就同埋约翰福音亦都有提，佢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咁啊，呢个咧就话咧喺即系 beginning 嘅时候咧，太初有道。咁咧嗰个 in the beginning 咧就系、是、已经有嗰个 word，嗰个 word 系边个咧？就系、是、耶稣。佢系道与神同在。啊，圣话嗰度咧就系 show 咧佢同。喺第一章第一节咧就系 Elohim 嘅，佢就同佢同在，Alekta 咧就同个 God 同在，Elohim，God 就系佢嘅 Father，yeah，咁啊所以咧呢度咧约翰咧仍都系咁嘅意思，咁然之后喺启示录咧，好得意，因为启示录咧就喺最尾嗰度同埋头咧佢有提过，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咁咧呢个咧就系耶稣自己讲自己，呢个我就系耶稣讲。
咁咧就阿拉法咧就系、是、希列文嘅第一个字母 Alpha，然之后 Omega 咧就系、是、希列文嘅最尾个字母，咁就即系等于阿力他咯吓，因为耶稣系同佢啲使徒啊，约翰啊或者其他嗰啲，佢就讲应该系讲希唔系讲希列文嘅，系讲希伯来文，咁所以 Alpha and Omega 同阿力他咧就系、是。同意，即系第一系 describe 佢，同埋咧就系讲佢嘅身份，所以呢个好得意嘅，即系咧系啊，呢个系天父啦，即系通常人咧就叫 God 啦，Elohim 啦，即系 Elohim 咁，然之后咧耶稣咧就坐喺佢右边，咁啊你话哦喂，圣人呢度系左边，点会右边啊？咁当然啦，即系咧你要。有個印象咧，就係、是、即係好似個聖經咧，即、就、係、是、耶穌我哋嘅天父咧就坐喺裏面望出嚟，咁然之後咧望出嚟嘅時候咧，喺佢右邊咧就咩？就係、是、阿拉啊，艾力塔，然後即係耶穌坐佢右邊啊，咁所以咧就呀，咁啊我哋知啦，原來聖即係如果你熟聖經嘅時候，你都知耶穌喺天上係坐喺父神嘅右邊。啊，咁所以咧，呢份喺个圣经里面咧，都系咁讲。呀 多谢耶稣。咁啊，仲有另外一个例子咧，亦都系咁嘅。又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嗰个灯台。那个灯台系点样嘅咧？佢咧就系、是、一共咧有七盏嘅，即系嗰啲油灯，即系七盏油灯。咁咧個燈台咧就英文叫 menorah，咁咧就係中文，我有英文又叫做 candlestick，但係其實 candlestick 唔係幾啱，因為佢哋嗰啲係油燈嚟嘅，應該係啲 lampstand，lampstand I think is more proper，但係咧就係、是、個Hebrew 咧就係、是、menorah，咁咧就係一個燈台，個燈台咧裏面咧。就係有啲杯啊、球啊、花啊咁咧，然之後好似連接埋一齊。一間我哋可以睇下嗰、那個即、那個 video，我哋睇到咁咧就燈台咩咧？燈台咧就係、是、就喺聖殿咧，就喺、是、個原來即係個 holy 嗰度咧，就有個燈台咁咧，就照亮嗰個聖殿裡面嘅原來即係個房咁咯。咁啊呢個咧就。Actually 咧，其實裡面嗰啲層次啊，即係個 furniture 咧，呢個燈台咧，其實都係代表主。咁啊，燈台，因為咧主嘅話，I'm the light，I'm the light。咁啊，所以咧，我而家就請大家就睇下呢、这個用精金做嘅燈台，即係佢嘅 meaning 咁咧就係用幾分鐘時間咧，就睇下，即係要即係聽下呢、这個。呢個 video，OK。呢度唔知点解啊，净系睇到一半。But anyway，我冇办法。Thy strength indeed is small, child of weakness, watch and pray. Find in me thine all in all. Jesus faded all. Well，原来我试下睇下，原来点样 work it out。
Oh well, 因为冇办法，sorry。唔好意思，即系我，即系我冇 test 过啊。但系旧年嘅时候咧，was okay，But anyway，so 我哋今日咧就系、即系讲完，即系呢个啊希伯 Hebrew servant，即系呢个希伯来人嘅仆人咧，佢系啊点样系耶稣嗰、那个即系嗰个picture，咁咧。咁啊，即系讲翻转头啦。究竟咧系啊边个？即系喺旧约嘅时候咧，系啊系咪摩西咧就系、是、做领袖咧？咁讲咁啊，佢其实喺埃及嘅时候，佢已经想做领袖嘅。咁啊，所以咧嗰时啊，佢未到40岁嘅时候咧，佢系埃及嘅王子。咁咧就我读呢段经文。咁啊，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佢啊旧时埃及嘅时候嘅事。他长到40岁，心中喜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你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
护庇他为那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若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嗱，咁啊，呢样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即系我哋睇到就原来 even 系啊，原来系属教会系神嘅儿女啲人咧，佢哋咧就系即系话，哦，好想系即系帮人哋啊，原来即系系啊，原来即系做首领啊，做审判官啊咁样，但系咧佢哋嘅谂法咧就系话，well，原来即系系帮一个，咁然之后咧就啊，原来 end up 打死另外一个咁。咁啊，呢个系好 common，好 common，原来即系咧，嗰啲喺地上嘅首领同埋审判官咧，都系咁样，即系好多时咧，佢话要公正啊，要乜啊，要乜咁样，但系咧，即系佢哋嘅谂法咧，就谂住话，哦，佢哋就系用人嘅方法，用人嘅力，咁咧就但系系咪其他人会明白咧？同埋咧，佢谂住又话帮神，佢又帮神啊，即系神系藉佢嘅手嚟搭救佢哋。咁啊，然后即系咧，换字咧，即系摩西系有咁谂法。然后即系佢当然啦，佢心地咧就系想话系帮自己啲弟兄。然后因为佢自己虽然系埃及嘅王子咧，但系佢知道咧就系佢嘅弟兄咧就系以色列人。咁啊，但系咧系。临到个情形之下嘅时候咧，你睇到根本嗰啲人啊，系咪系一定接受咧？咁讲吓，咁啊，佢嘅 answer 咧就系、是、摩西咧，佢点做，佢都系用人嘅方法啊。佢以为系啊，呢样冇错，即系神或者系藉佢嘅手嚟搭救佢，但系啊，个 fact matter 就系、是、you know 即系。甚至以色列人里面咧都有欺负人嘅人，啊，咁咧就系欺负邻舍嗰个咧就唔能够接受啦，因为点解？原来呢个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即系嗰啲人唔服，OK？因为佢哋自己又系都系犯罪，佢哋系罪有罪性，咁啊点可以服你咧？Anyway，咁啊呢个咧就系佢头40年嘅事。咁咧，後來啦，咁咧就係佢神咧就係吩咐佢去救嗰啲過咗又另外40年喎，咁咧就去救，即係喺米甸嗰度住咗40年，然後自己成家立業，咁咧然之後咧佢咧就原來即係救，即係奉主嘅命，係靠主嘅力，係。真系救咗嗰啲以色列人啦，咁啊而家佢哋唔系再做奴隶咯，咁讲，咁啊亦都系主叫佢，咁啊但系咧就系、是、譬如嗰啲18章咧，咁啊有咁记载，咁啊就点咧？18章咧系即系我哋上个星期都讲话系好好嘅 chapter，好好 chapter，因为咧佢个家庭咧就喺嗰阵时咧就因为摩西系啊靠主，咁咧就系有成功，咁咧就咁然之后个岳父咧就。就係俾佢心入 wise，因為點解咧？佢睇到咧，由朝到晚，佢自己個人搞唔掂嚇。咁咧，佢咧就幫佢出主意，即係換之係岳父嘅主意。岳父嘅主意係咩咧？佢話咧就願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將案件奉告神，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當做的事。咁咧就，但係咧仍然都係好好。好重，咁啊，然之后咧，佢个岳父咧就教佢咧就话啊，你拣啲人啦，咁啊，拣啲有才能嘅人，拣啲有才能嘅人，咁然之后咧就立佢哋咧就系、是、做助手，有啲系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咁咧就即系有个组织，有个阶层，即系咁咧就。咁你然之后咧，佢哋咧就可以审判百姓。咁啊，如果难啲嘅案咧，就可以上到去摩西嗰度。咁啊，即系好似而家啲啲啊
justice system 咁樣，即係而家啲法庭嗰啲制度都係咁樣。咁咧就話揀選有才能的人，咁啊，即係講得好聽。因為點解咧？世事咧就可以揾佢哋，然之後大事咧，如果難嘅就揾博士。呢、这個即係所有啲法庭嘅制度，即係唔同國家都係咁做，都係咁做。那個問題咧就喺呢度啦，即係佢話喺以色列人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咁啊，即係話換之有限公司，因為你邊知係邊個好，邊個冇。咁啊，當然啦，即係原來即係盡可能啦，咁講，即係呢個就係原來即係，但係咧，即係仍然都係唔係好掂，所以即係換之佢哋喺舊約時代仍然都係好多人啊犯罪啊，或者有好多唔公平嘅嘢，但係即係 on the whole 咧，就係因為佢哋仍然係神嘅子民，原來即係以色列民咁講，咁所以咧即係。即系俾佢哋系即系原来即系Elise 咧就系话哦，佢哋系靠住嗰啲助手啊、百夫长啊、千夫长啊咁啊，咁咧就系希望系有some degree of fairness 啊，some degree of justice 咁啊，但系我哋都知道，后来我哋又知加咗律法之后咧，我哋就知根本咧就。唔係好 work out，OK。咁咧，呢度咧就喺之前咧，咁咧其實咧就係、就係摩西咧，其實咧就主即係主咧就已經同佢講。佢話咧係冇錯，即係咧佢主啊帶領佢嘅時候咧，咁啊佢哋就順利平安，然後但係咧就呢度咧就係、是、第三十七節第七章三十七節咧就提過啦，佢話那曾對以色列人說，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這位摩西。咁咧呢度咧就话咧，主啊曾试过讲过咧，就系将来咧会有个弟兄喺人中间隔啊，然后俾佢哋嘅，咁咧就系、是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先知嘅像嘅，但系呢、这个咧其实咧就系、是、其实系讲耶稣，讲耶稣，因为史提反喺第七章嘅时候，其实佢就讲。摩西嘅歷史咁樣，然之後咧，佢話呢個咧就係講耶穌。咁啊，我哋試下咧就睇下喺《生命記》個原文嗰度係點講先啦。咁咧，我就讀俾大家聽。咁咧就係、是《生命記》第18章，話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可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们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命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嗱，咁呢个咧就系、是、绿色个18章18节同埋19节咧，呢、这个咧就系、是、讲明咧就其实系讲耶稣。嗱，但系咧就有个 caveat 即系咧有个条件，佢咧就话 OK，我就系听佢哋咁样要求，就话咧要做一个中间人，呢、这个中间人呢、这个先知咧就喺佢哋弟兄嗰度出嚟嘅。咁啊，即系耶稣系啦，佢亦都系有先知嘅身份啦，同埋咧佢因为有好多嘢就系似边个啊？似摩西啦，因为似摩西，因为摩西咧有神俾嘅力量，有即系有同神嘅有个交通，咁啊，所以咧佢咧就即系耶稣咧就系即系好似个中间人咁样。
啊，但系咧呢度咧就个 carrier 咧就话咩咧？喺19节嗰度睇啊，就话佢系奉主，即系奉啊神嗰名系讲话嘅。但系嗰啲人如果唔听佢嘅时候咧，佢就会受就系、是、有罪。嗱、啊，咁呢句话咧就系、是。implying 咧，即系话，如果你系接受耶稣嘅时候咧，你唔听嘅话，你即系嗰个人咧就仍然系罪人。OK，但系如果听佢话就咩啊，就佢唔再系做罪人。吓，咁啊几好喎。OK，咁啊就系所有嘢新约系点样好就系咁解。嗱，咁咧，咁啊呢个咁啊继续佢喺史提反咧就系、是、继续嘅，before 佢俾佢哋杀之前咧，佢就继续讲即系摩西同埋后来嗰个先知，即系嗰个耶稣嘅故事。咁啊，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我正话读咗啦。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天说话的天使同在。呢个这人系边个？摩西，咁然之后咧，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Actually 呢个唔系啦，呢、这个咧就系呢个人咧，actually 系呢个人咧就系耶稣吓、啊，因为点解佢又同佢祖宗同在？咁啊，摩西冇喎，摩西冇同亚伯拉罕同在，冇同以撒雅各同在，但系耶稣有啊。咁所以呢个人咧就系、是、指耶稣。咁咧，耶稣咧嗰阵时已经系 pre-exist 噶，即系嗰阵时佢未成为人，但系佢就系神嘅儿子。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回埃及。即系换之，呢个人咧已经系啊，即系 many times 咧就 manifest，即系显然系啊，俾啊摩西啊，俾啊祖宗啊，俾啊呢种咁咧，咁啊对阿伦说咧，你们且为我们啲祖宗又唔肯听，又要归向埃及，所以咧啲祖宗咧就同阿伦讲啦，你话不如同我哋做个神像啦，我哋都唔知摩西喺度做乜。啊，咁耐都唔见佢，咁然之后咧，佢哋做咗偶像，咁啊，即系话佢哋心咧，仍然系拜偶像，所以咧就系呢啲咁咧，然之后讲咗好多好多嘅成个犹太人嘅历史，咁样讲到咁啊一节咧，咁啊呢度系啊四提反应嘅咁讲，你们这硬着颈顶、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尝试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即系话换之咧，喺旧约时代嘅时候，佢哋一路都系有圣灵，但系咧，佢哋嘅心态，佢哋嘅心里面性情咧，就系又唔就系成日都系作对，就同圣灵，即系要同佢哋讲嗰啲作对，咁啊。咁啊，佢然之后话咧，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咁啊，即系话咧，犹太人嘅历史系咁，但系然之后喺使提反时代嘅犹太人咧，嗰啲领袖亦都系咁。嗱，一个先知不是你祖宗逼迫咧，嗰个即系话所好多个先知，好多个先知，甚至话即系个个先知都系被佢嘅祖宗逼迫，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这要来的人杀了，就然之后咧预言个尼赛亚嚟，咁嗰啲先知咧都全部杀晒。如今你们又把那二者卖了杀了，而家嘅咁样讲咧就系、是、呢个咧就系耶稣二者卖了杀了。咁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咁啊即系话原来come down to it 咧就系佢哋冇守到系，甚至旧约都冇守到。嗱，咁啊，我哋点知咧？用即系我哋睇个例子，咁咧就系啱啱咧，佢哋又查耶利米书，咁我读俾大家听。耶利米书咧，第34章咧就系讲由大国最尾嗰个犹太王，就叫西底家。咁啊，好得意嘅呢个西底家咧，就系最尾个王啦。咁咧，佢系点样咧？
佢個聖德凱喺呢度，聖德凱呢度。咁啊，呢個王咧，佢個name 咧就係聖德凱咧，就 start with 個 C，好得意。所有猶大國嗰啲王咧，就冇一個係 start with 個 C，但係呢個最尾嗰個猶大國嘅猶大王咧，就係西底家咁啊，就 start with 個 C，即係好似 Selinsky。咁咧就 whatever that means。西底家我读俾大家听，西底家咧与耶路撒冷的众民合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来人的仆人和婢女的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一个犹大弟兄作奴仆。咁咧，此后咧，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咧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作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嗰条水，佢就本来做一件好事，即系话个咩好事咧？就话佢哋系所叫耶路撒冷嗰啲居民咧，即系全部都系犹太人。咁咧就叫佢哋咧就系、是、立一个约，立一个 covenant，一个 contract。咁咧就要话咩咧？佢哋全部都自由。咁咧就呢个 contract 里面系讲咩咧？就话所有啲奴仆啊，所有啲婢女啊，嗰啲 man servant 同埋 maid servant 咧，就全部系唔再做奴仆啦。咁讲嗱，咁呢个咪几好咯？因为咧，你记得啱啱我哋读过咧，就系、是、喺。喺十诫之后咧，第廿一章咧就系、是、第一个章典咧，第一个律例咧就系、是、讲希伯来人嘅奴仆嘛。咁啊，佢哋应该系做6年咧，又应该放马，又放佢哋呢个自由噶嘛。咁啊，但系点知咧？而家到咗埋尾啦，即系嗰个犹大国埋尾咯，即系最尾嘅日子嘅时候咧，佢咧就本来又立咗一个约，又宣告自由。咁啊，但系咧，佢哋咧就放咗佢哋先。放咗，唔系冇放，但系咧谂谂下咧又唔系好顺，即系话或者都唔好啦咁讲，即系咧，然之后后来佢又反悔，咁然之后捉翻晒所有啲仆人，嗰啲 man servant、maid servant 捉翻晒，然之后咧就逼佢哋做翻奴隶，哇系出尔反尔啊！呢样嘢好论罪。佢之所以开头放，点解？因为佢哋知道。佢哋系啊，冇放咧系唔合法嘅，但系而家咧，佢哋咧就唔理啦。咁咧，因此咧，耶和华嘅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啊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第一个希伯来弟兄若买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各人都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在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免却他认为奴仆。哇！呢个耶和华好唔中意。第一咧就系、是、根本就系律法系定咗嘅，但系咧唔止佢哋咧就系、是、要即系喺人面前咧，即系做得好似好好睇咁，就话啊冇奴仆啊冇奴仆，但系点知佢仍然系啊唔顺气，又再即系 反悔啊！呢、这个反悔呢、这个 repent 咧就唔系几好嘅，因为点解？佢立咗约，然之后反悔咧，咁样即系话 very bad，因为喺神面前立嘅约咧，就好似即系嗰啲牛啊、羊啊、嗰啲 animal 咧，将佢劏开两橛咁，我就读俾大家听。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
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各中的众民曾将牛畜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的和尘索其名的人中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名的人与那站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哇，咁啊，就系呢个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呢、這个你睇到啱啱我哋成日读咗系啊，出埃及记第廿一章就系讲个奴仆嘅问题。但系其实我哋知道，而喺新约咧就系、是、主咧就做咗我哋嘅奴仆，就系、是、做希伯来人嘅奴仆。Yeah， 啊、但系咧佢哋又弊家伙啦，佢哋亵渎咗主嘅名，佢哋反悔，立咗约、哦。佢立咗约系点做啊？咁咧就系将啲 animal， 即系嗰啲啊祭物咧，就将佢切劈开，分成两边，然之后就叫嗰啲人中间行过。咁啊，呢个立约咧就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有一个人系 break 个约嘅时候咧，佢哋就好似嗰啲 animal 咁死。咁即系话，即系好，原来即系佢哋出尔反尔咁啊，违背咗，因为佢沿路啲立呢个约嘅时候咧，一个方面咧就系个神，另外一个咧就系会有一个立约嗰啲人，咁啊，所以佢哋出尔反尔咧，啊，即系好似做俾人睇啊，我哋好虔诚啊，但系咧后屘都决定唔守啦，唔信啲咩嘢，咁就 end up 啦。所以后来点解系啊，个犹大国啊两次系啊，即系啊。被系外邦人毁灭两次，咁然之后两次咧就系将佢 send 到去第二个地方。第一次咧就系 send 去巴比伦王嘅手中，咁咧然之后所有啲犹大就系沦陷啊，成为荒场，冇人居住，荒太。原来即系第一次，后来第二次有罗马嘅帝国嗰啲兵咧就将佢哋毁灭，然之后将佢哋就 send 去万国嗰度。所以呢、啊、你看到的就是、oh, you know, This is very heavy。 我们上个星期呢就讲过呢，就在诗篇九十章三至六节呢，就是三节和六节呢，就是 turn out 这个瘟疫这个字呢，就是同同什么呢，就是同那个瘟疫啊，同埋即系个字咧，就系同神嘅话系对声，神嘅话对声。咁啊，我指出咧就系话咧喺利未记、民数记同埋生命记嘅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咧就有呢个字。咁啊，呢个字系咩咧？即系话咧系嗰啲人咧，如果佢哋啊谂住话同神有亲啊，或者系啊要即系话要守旧约啊，或者守十诫啊咁。咁啊，实质嚟讲咧，佢哋系咁讲嘅时候咧，啊，佢哋如果冇守到咧，或者 miss 咗一样咧，咁嘅时候咧，就 end up 佢哋 get cursed， 就好似瘟疫咁。即系神嘅话语咧，就系有个后遗症，即系如果你守唔到就唔得。新约唔同啊，因为新约我哋咧系冇错，系仍然要守，但系咧嗰个守嗰个人咧就系、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同我哋守咗我哋旧约，咁所以咧，我哋唔系话靠自己可以做到，但系有啲人唔系噶，即系有啲好似教会咧，佢哋嘅谂法咧就话我要自己做，我唔使靠神啊 100%， 我自己做，咁啊，但系点知你根本就知道啦，根本唔可以守到，边个唔可以？即系十诫里面咧就话要贪人。贪财，要贪呢样贪嗰样，有边个人可以受到？因为嗰个系肉体嘅，吓、啊、我可以受到，但系主可以帮我哋受到。
咁所以呢、这个咁咧，就 eternal 咧就唔系净系利未文数同埋生命记，就 eternal 咧耶利米书都系嘅、哦。耶利米书咧第一章第一节咧里面有呢个字 also，咁所以咧你又睇到哇，点解？因为耶利米书咧就系一个佢哋犹大国嘅旧约嘅王朝佢一个结论。即系话咧，佢哋系自己靠人，靠自己王朝咧，都系唔得，唔系净系扫罗，而系咧就系大卫嘅王朝咧。如果佢哋谂住系靠自己，唔系靠耶稣咁，都唔得。咁所以耶利米书咧嗰度嘅歌，亦都系喺第一章第一节有，所以里面系原来即系有几咁多嘅惨事啊！我哋正话睇咗，即系3章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出尔反尔。出尔反尔就系咩咧？佢哋讲俾人听，我哋都收到嘅，我哋可以放咗啲仆人嘅，我哋可以俾佢自由。即系好似系旧时即系讲得唔好听，即系话咧喺南北战争嘅时候咧，佢哋话哦，我哋释放黑奴啦咁讲，但系 after 嗰个南北战争之后咧，佢哋黑奴冇再解放，变咗黑人。黑奴变咗黑人，但系咧佢个心里面佢哋仍然唔信，即系个美南嘅嗰啲州咧，仍然都系唔信。佢觉得话我哋系蚀底咗，然后即系我哋放咗啲黑奴蚀底咗。咁所以咧就系、是、呢、这个真系好 sad 嘅事，因为佢哋谂住话即系可以喺神面前话我哋放啦，算啦。佢哋又咩啦咁讲，但系咧仍然系冇做到，咁啊即系同犹大国咧都系类似，因为点解咧？人系靠律法靠十诫嘅时候咧，冇圣灵嘅帮助咧，唔能够 overcome 嗰个世界咁所以咧就嗱，咁所以咧即系摩西自己咧，佢亦都唔能够入到迦南地，摩西自己入唔到迦南地，咁啊点解我哋提呢件事咧？Turn out 咧，我哋即系 coming up 咧，就摩西要死先嘅，摩西要死先。如果唔系咧，就嗰个逾越节咧，系分开嘅，即系咧摩西死咗，咁然后咧过咗30日，咁样系 morning，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数系 Ada 嘅7号，咁咧就到咗 Nisan 嘅7号，咁样用30日，咁然之后咧。系啊，跟住咧，佢哋一个话约书亚咧就话3日过河，咁咧就过约旦河，咁咧就系10号，Nisan 10号咧，咁咧耶稣咧就入个耶路撒冷，咁跟住就系逾越节，14号，咁所以咧，我哋就睇到啦，即系咧 even 嗰个圣经里面嗰个 calendar 就系话咧，你即系你唔能够同摩西。同埋耶稣一齐，即系你明我意思？即系咧，系摩西要死咗，咁然之后即系旧约死咗啦，冇咗啦，咁然之后咧，原来即系新约，原来即系原来主为我哋死呢件事咧，就搞清楚唔能够捞埋。OK，anyway，摩西就律法，咁我读俾大家听。咁咧就系、是、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量。大能咧献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将你有大能的行为呢？咁讲，咁啊求你用我过去看约旦河的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咁咧就呢度咧就系话系摩西咧喺生命记里面咧就提到咧佢自己仍然都系好想入迦南地。就系咧，就系、是、要睇到嗰笪山地喺黎巴嫩嘅山地，咁啊点解咧？我谂啊，佢有一个预见，即系咧第日咧，佢会同主一齐喺个山地嗰度，咁啊就系咩咧？就系、是、主耶稣咧，Transfigure 嘅时候咧，就喺黎巴嫩嘅山地，就系、是、Mount Hermon 嗰度咁咧呢、这个咧系佢即系咧，又点解咧？点解佢唔能够咧咁讲？
就 same way，就系我哋唔能够话哦信啊耶稣，然之后咧又信摩西，呢就 same way 啊，即系佢冇错，你可以信摩西就系讲咩讲耶稣，你可以信摩西讲耶稣，咁啊呢样嘢咧，我哋喺约翰福音咧就有一段嘅经文，但系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呢个系同法利赛人讲，因为法利赛人咧就系跟摩西嘅。我奉我父的命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奉自己的命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佢边个就系、是、摩西咯。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重夺一之神来的荣耀，有人信我咧？咁讲，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哋即系法利赛人咧，佢哋宁愿系信摩西，就唔肯信耶稣。啊！不要想在我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咁啊，即系话系啊，法利赛人啊，之所以大罪或者系错咧，就系佢哋谂住仰赖摩西。但系点知咧，喺天上嘅个神咧，喺天上个神咧，就系睇到法利赛人唔啱咧，就系、是、因为佢唔信神嘅儿子。而系信咩？就系、是、信摩西，但系个摩西咧，end up 咧就系佢嘅律法咧就 accuse 佢。嗱，你们如果真系信摩西咧，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原来即系话换之咧，就系、是、even 摩西嗰啲话咧，应该系讲耶稣。但系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咧？咁讲，即系换之咧，佢哋。话信摩西，但系其实佢哋咧就唔知道系摩西喺度讲咩，因为咧摩西就讲话第日有个先知啊，即系话其实系讲耶稣。嗱，咁啊后来即系咧摩西系冇咗啦，咁咧然之后1500年，原来即系可以系1300几年，即系过一个1300几或者1500年。即系嗰个波拍，OK，咁咧就点咧？喺马太福音嘅时候咧，咁咧就有啲暖言经文咧，佢哋咧就系山上，咁然之后咧就系改变形象，耶稣改变形象，咁咧就系全部都系差唔多啲嘅时间到，OK，因为点解耶稣亦都系改变形象之后咧，跟住咧佢就系落山，然之后咧就系、是、开始去耶路撒冷，咁啊就系话咩啊，为我哋死。咁所以咧，咁啊就系、是、啊到咗逾越节就系、是、我哋嘅复活节，即系个时候，咁啊之前咧就系、是、呢个改变形象，即系而家啱春天就系、是、原来即系个零两三个月，原来就系呢个时候，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听我读啊马太福音17章，佢话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说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唔系要听摩西，唔系要听以利亚，而系要听耶稣，因为耶稣系佢神嘅爱子，系主系喜，即系。天父系喜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要听他，咁然之后咧，当佢擘大眼嘅时候咧，摩西啊以利亚冇做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当然啦，彼得咧就系懵懵成成啊，佢就谂住话我搭三座棚，咁一座系俾耶稣咁啊，俾面系耶稣咁讲，咁然之后话一座俾摩西同埋以利亚，根本咧。佢冇资格咧，就话摩西以利亚同耶稣一齐攞棚，即系原来你话哦，我系跟啊耶稣嘅，咁然之后咧佢话因为点解咧？彼得咧仍然系个有个旧约喺佢个头嗰度，
喺个头脑里面，佢仍然信旧约。佢话跟耶稣，但系佢心里面即系嗰啲律法嗰啲嘢，全部都系旧约。佢唔知道耶稣第日会帮佢哋解决晒所有啲律法。即系佢嘅谂法咧，就话摩西以利亚佢哋，哇，佢哋都系圣经英雄嚟噶嘛，咁讲。但系耶稣唔系净系圣经英雄，系佢系唯一嘅救主。摩西唔能够救人，以利亚唔能够救人。咁所以咧，即系你即系你睇到嘅就系嗰啲人咧，就谂住话揾啲圣人啦，呢个系圣人嘅，又拜下佢，然之后嗰个圣人又拜下佢，真系唔尽。咁就呢个咧就我哋知道咧就喺 Mount Hermon，即系喺呢度 Mount Hermon。咁咧就系、是、啊，因为咧就做一章嗰度咧，佢咧就喺呢个 Caesarea Philippi 嗰度，咁咧就喺嗰度系啊过咗几日，所以喺第八章第即系佢18章日子嗰度咧，就系即系佢哋要过咗一个星期咧，咁就上咗去呢度，即系猛黑门山。所以呢个就系个高山嗱，咁我或者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咧，就系、是、有好多教会咧，就系、是、当然系搞错啦，即系呢个咧咁咧就系点样咧？有啲咧就话呢个咧就系、是、个改变形象个山，呢、这个叫塔柏山。塔柏山我哋以前讲过咧，就系、是、喺塔柏平原隔篱嘅，咁、叫塔柏山。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呢、这个塔柏山咧，净系得2000尺啫，即系佢高度叫2000尺。咁啊，如果系得2000尺嘅时候，come on，你都点可以叫高山咧？因为圣经里面讲高山，即系好似有啲侮辱性喺度，即系我唔明白嗰啲罗马教或者嗰啲所谓圣经学者咁样，佢哋点可以解释啊？塔柏山嗱，点解佢哋系咁讲咧？佢点解我知道佢哋咁讲？佢哋喺个山顶嗰度咧，喺呢个2000尺高嘅山顶嗰度咧，佢又话我哋起个。系啊，叫 Church of Transfiguration，咁咧就系 Church of Transfiguration 喺个山顶嗰度，咁啊，所以你睇啦，嗱，佢呢度整咗好似3个屋仔喺个屋顶嗰度，3个屋仔咧，咁啊，佢话哦，就系、是、好似彼得咧就话，主啊，真系好啦，我哋喺呢度咧就整三个帐篷，三个帐篷，咁啊，一个咧就系、是、俾主你，一个俾个摩西，一个俾以利亚先。即系佢哋谂嗰啲嘢真系幼稚，即系讲明啊！即系天父话唔系就系得一个就系、是、耶稣，都系摩西啊，同埋以利亚嗰啲系神嘅仆人嚟啫嘛。Come on，你谂，即系你点能够将佢同耶稣比？所以 真系好可怜啊！But anyway，就系咁嘅事啊。所以即系佢哋咩去啊咩去以色列啊朝圣啊，又系睇下呢个睇下嗰个呢度说呢度好多嘢，根本就系佢哋自己贪得意，即系想系游览咁样。佢哋嗰度冇耶稣喺度，因为点解佢哋讲嗰啲嘢全部啲位置啊嗰啲嘢全部都唔系跟圣经，系啊跟啊某啲宗派，佢哋宗派嗰啲传讲啲嘢，所以即系冇咩嘅安慰，冇咩嘅祝福。咁啊，所以咧，你睇到就系话咩咧？我读俾大家听，《罗马书》第5章咧，就话咧，然而咧，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切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就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像。咁所以咧，由亚当到摩西，即系其实摩西都包含埋啦。咁咧就系死咧，就系作王嘅。喺律法之下系死噶嘛，
人人之有不必有一死，死有且有审判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定例吓、啊，就系、是、因为罪啦。当然，但系咧就系、是、就算佢哋冇犯同一个罪，即系好似阿当咁冇犯，但系仍然都喺嗰个权限。即系话换之咧，阿当同埋摩西啊嗰啲，全部系啊嗰个 outcome 咧就 lead to 咩系死嘅。吓，因为摩西佢哋要话系帮到犹太人一啲啦，咁讲，因为佢要靠嗰啲动物嘅血，animal blood。咁咧，但系嗰啲 animal blood do not last long，do not last long，you know，即系佢朝头早9点钟，晏昼3点钟，朝头早9点钟，晏昼3点钟，然之后咧，佢哋成个国家，佢哋所有啲罪啊，又 young keeper 咧就系 good for 1 year。good for 1 year，即系换之 limited term 啊，即系 limited term 咧，即系话，即系 you know，即系佢如果系啊第二年唔做嘅时候，咁佢一样嗰啲冇罪冇得赦免吓，同埋罪喺嗰时话 so called 赦免，但系冇话俾佢哋系啊you know 系啊 you know 样样嘢 cover，you know 即系佢成日都系觉得有罪吓，咁啊呢个咧，咁啊 anyway。我继续读落去，只是咧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咧，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呢？如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咁啊，所以咧过犯不如恩赐咧，就话咧系啊，冇错，即系佢个人过犯咧，都系唔掂噶啦。咁讲，但系咧。啊！但系神嘅恩典啊、恩赐咧，咁就系一个赏赐嚟，就系咩咧？佢系加倍临到众人，咁咧即系话换之，耶稣基督俾嘅就唔系话净系 cancel 咗你嘅罪啊，算啦咁讲啊，你出去做乞衣啦咁讲，但系唔系佢即系话耶稣基督又救咗你嘅时候咧，佢恩赐、恩典又赏赐，或者系话换之咧。系呢、这个系神嘅恩典，咁啊呢个咧就系加倍，即系加倍系咩咧？即系同阿当嘅死咧就系、是、not equal，系 way more way better。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因此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此乃是由许多个犯而轻易。即系话咧，你如果系得到系恩赐嘅恩典嘅时候咧，系所有啲过犯，全部啲过犯，全部搞掂，全部一次过搞掂，啊，唔系净系一味，要主救你嘅时候咧，佢系救你咧，就系、是、全套，系、啊、全套，因为点解佢钉十字架嘅时候，佢讲明，佢冇讲明话，哦，限住净系堕胎或者系限住净系。即系某种罪，而系咩咧？主系钉十字架嘅时候咧，佢又话你所有啲罪，你所有啲罪，许多过犯，所以呢个真系恩赐。呢、这个恩赐咧就系加倍。你即系你当你信耶稣基督嘅时候咧，原来唔同摩西嗰啲，摩西咧就逐件逐件罪嚟钉你啊，即系话啊你衰啦，你衰啦，你犯罪啦。咁样啊，那个律法就咁。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余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咁个，哇，即系话咧，我哋如果系又明白咧，就系、是、主耶稣基督咧，系啊，因为佢俾咗咩咧，系啊，abundance grace。同埋咧，又俾咗个义，系 gift 嚟嘅，gift for righteousness，即系话俾咗个义我哋，俾咗义我哋之后话咩？我哋搞掂，我哋可以企喺天父面前，我哋系同天父咧就系、是、就而家系亲人，我哋系亲人，我哋系佢嘅仔女，啊，咁咧就话点啊？系 is a gift，原来即系话原来你知道系原来喺耶稣里面咧你。你就可以作王啊！耶稣系万王之王啊嘛，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唔系死做作了王，而系咩？我哋系生命中作王，
咁啊，即系话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如果系啊，使我哋喺日子嘅里面有难处啊，啊或者有啲啊，有啲系啊，例如毒瘾啊，或者烟瘾啊，或者酒瘾啊，或者女人嘅瘾啊，如果即系 whatever，咁咧就主咧就话你搞掂，你系生命中作王，即系话咧，你唔再系俾嗰啲嘢控制。即系你仍然个肉体可以犯罪，但系咧即系主话：，你系神嘅儿女啦，你而家咧系啊，原来先系要知道咧，你而家已经系受到鸿恩，你同埋咧就系、是、啊，系啊，所有啲过犯咧都已经 cancel 咗啦，你而家系清义，因为嗰啲罪咧主帮我哋赎咗。啊，咁样，所以就系劲啊，劲咗呢度。所以咧，啊呢度咧就唔系讲我有亚当，当然开始，但系摩西咧由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咁样之后，摩西咧都系啊拍嗰啲，就系话咧，因为摩西咧就指出你嘅罪，摩西嘅律法就指出你嘅罪。吓、啊，咁所以咧就仍然喺个罪嘅权下。Anyway，我哋咧就系、是、原来之前咧，我哋就知道我哋原来即系埋尾嘅时候，我哋而家咧就做咗个圣餐，我或者我都系睇一睇啦。咁咧就系而家个人家个末世嘅情形，原来我哋讲完末世嘅情形，我哋有原来讲圣餐，OK。咁啊，就系末世嘅情形系点咧？吓，呢个世界而家咧就仍然咧系好乱啦。咁啊，我哋 you know many time many months，我哋咧就有提到个世界嘅问题。咁咧，我哋又讲话咧喺美国南部咧，即系嗰啲州咧，因为佢哋咧就系高举Ten Commandments，高举 Ten Commandments 嘅时候咧，佢哋就 end up 就蚀底啲。我哋每一次我哋都提过。都有類似嘅嘢，就係話咩咧？佢哋係啊，somehow 唔知點解佢哋嘅抽咧，就係種種嘅病啊，種種嘅即係死亡咧嘅因素咧，都係佢哋多過人。咁所以呢個咧，我哋睇到嘅就係謀殺嘅死亡率咧，就係佢哋喺南部。咁咧就啊，唔係第二州冇，但係咧就係佢哋咧就係、是、就。much higher colour，即係個 deeper colour，OK，、okay? 即係好多個係啊 so called 啊 Baptist Day 啊或者 Bible Day 就係、是、啊 so much，因為要即係嗰啲 somehow 咧，即係嗰個律法咧就 bring out 嗰啲罪性喺度，即係佢哋嘅 sinful nature 咧就係、是、啊好容易咧就係俾個十戒同埋律法咧就 bring out。即係整到佢哋咧，就有呢啲嘅憤怒啊，或者咩，或者係個罪性喺度啊。呢、这個咧就係 homicide，OK。因為我想話 point out，即係咧，譬如好似加州咧，啱啱啊，呢2個星期咧，即係有2個即係好大嘅槍殺案啊。的確係真，但係咧，in total 咧，仍然係佢哋 the highest，佢哋即係個 Bible Belt State 咧，即係個美南嘅。啲即係嗰啲 Baptist Day 咧，就係佢哋咧就係、是、seems like they have suffered worse 啊。咁咧就呢個咧就係、是、咁，就係、是、講啊，正話嗰個就係槍殺啦。嗱、啊，咁啊呢個咧，我哋亦都係講啊，呢個係槍殺啦。咁、啊、咧，但係咧，actually 咧就係、是、turn out 咧啊，好多嘅。死亡因素咧都系系佢哋系好似系多啲啊呢、这个唔系净系 CDC 讲，正话嗰啲 CDC 讲，但系咧你又睇到咧呢、这个咧就系、cancer 呢个系ACS 即系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即系佢哋嘅记录，咁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男人就系佢哋咧就系、是、have higher。原来 cancer death，咁啊，系咪净系男人咧？女人都系，咁啊，所以咧，即系当然啦，即系有人话，哦，或者佢哋啲
卫生教育唔好啊，或者系即系你可以用科学解释嘅，但系我就想讲就有个最 basic 最 basic 咧，就系圣经里面咧系喺律法之下咧，就系有咒诅嘅律法之下。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哋 Simpson 咧，即系佢个 pattern 咧，就系同佢哋系美南浸信会嗰啲 group 即系嗰啲 stay 咧就好相近。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哋因为为咗解释咧，佢哋点解系歧视客人啊，或者歧视 HR 啊，咁咧佢哋解释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喺古时候咧，佢哋就开咗一个美南浸信会。又点解咧？因为咧佢哋话佢哋想话继续有客路。咁啊，当然啦，呢趟个打仗嘅时候咧，就联邦政府咧就话唔可以有客路啦。咁啊，但系佢哋心里面唔顺利。因为点解咧？当佢哋系自己话我哋信系旧约圣经，我哋实旧约圣经啊，咪有黑奴咯。第一个律法就系今日我哋讲嘅律法，又系有奴隶咯，即系希伯来人可以有希伯来人奴隶，但系佢哋圣经里面讲嘅就话限系6年啫，唔系成世咁所以咧就即系换之咧，即系佢哋嘅解释话有奴隶咧。准有奴隶，但系佢哋仲差过摩西咁啊，但系后来打完仗之后咧，系定咗个定局啦。咁啊，但系仍然佢哋嘅心里面咧，仍然有个歧视喺度。因为点解个旧约律法咧，就里面有好多歧视嘅，即系咧，美利暗咧就歧视佢自己嘅 sister-in-law 啦。咁啊，同埋嗰个扫罗王咧，佢亦都系歧视嗰啲外邦人嘅。咁啊，所以咧就我哋睇到有好多嗰啲旧约嗰啲领袖，佢哋就系有啲咁嘅种族歧视嘅问题。咁啊，但系佢哋就喺律法之下，咁啊，所以咧，Seems like 佢哋咧就系冇办法，好似主咁样，即系爱，即系嗰啲外邦人 too，即系佢冇 directly offer 俾佢哋，但系咧就即系如果你细心睇嘅时候，主系话要做savior of the world，佢要拯救全世界咁有啲样嘢咧，我哋就系for so many 即系过去呢2、3年，我哋睇到主系越嚟越系喺末世嘅时候就 show 即系咁咧。我哋而家埋尾咧，就系、是、要讲咧，就系、是、话我哋圣餐咁啊，圣餐咧冇错喺旧约嗰度咧，同埋呢份新约嗰度咧，就系、是、有讲话，净系食饭或者食饼或者咩咧，就系、唔系 necessary good thing，即系你揾食，即系你揾食咁啊。咁你喺创世记第三章咧，就系佢哋系即系沦陷咗，佢哋系亚当系啊。即系犯咗罪之后咧，咁咧就系主系咁同佢哋讲，咁咧就系第创世纪第三章话，你必流汗抹面才是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嗱，咁咧就英文咧就糊口呢个咧就 eat bread，咁啊，所以咧净系食，即系搵食，或者净系咩咧，即系谂住系赚钱啊，或者系养家咁。Just by itself not good enough，即系你，即系呢个本身咧，仍然都系一个好可怜嘅，即系 is basic，但系咧，即系话我哋唔系，即系唔系话净系为咗，即系喺度，有餐食咁样咁简单。马太咧就咁讲，咁咧就系、是、有个撒旦咧嚟试探主，咁啊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嘅一切话。咁咧就呢度咧就即系讲得好清楚啦，但系咧就 also 咧，你睇到个石头变成食物，个石头咧就好似摩西律法都系石头嘅，一个十诫就喺石头上高写。咁咧佢可以话哦，你石头变成食物，咁啊即系话咧耶稣可以咁做，但系咧主咧就系唔同佢玩，即系佢哋个即系自己嘅解法，而系咩咧？佢系用神嘅话嚟答复，个魂活着咧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咁咧即系话神嘅话咧，
就係、是、有個能力，有個 power，即係聖經啊，我哋而家查經啊，我哋係啊，用聖經裏面講嘅嘢，耶穌佢做嘅嘢，我哋講翻出嚟，咁啊呢啲咧就係、是、就係、是、啊就係、是、即係神嘅方法，神係用佢嘅方法嚟創造，我哋係原來我哋係啊主嘅兒女咧，咁啊即係我哋亦都係拜查經或者我哋口講主嘅話。咁就咧就有神迹奇事，系啊，祝福我哋嘅家。咁啊，其中一样嘢就系圣餐。咁样我哋读一读啊，原来同圣餐有关嘅啲经文。咁咧就喺主嘅啊，佢嘅话里面咧，佢有提过好多次。佢话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咧？先又系饼同埋石头。咁啊，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咧，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咧。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嗱，呢度咧，如果你细心谂嘅时候咧，就系、是、好似即系其实即系同啊我哋嘅圣餐系 parallel，即系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咧就系、是、啊。啊！话呢个圣餐，呢、这个圣餐咧，唔系话哦，你啊，你仲有罪啊，你唔好食啊，咁讲，即系咩意思？即系换之咧，即系呢、这个同啊主自己讲话，佢系天父，系个父亲，都仍然啊对自己仔女好，就算个父亲系坏人，佢仍然都会对，何况天父咧？咁啊，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咁所以咧，即系咧，我哋当我哋系领受啊好东西，即系你信系啊喺主嗰度系领受好东西嘅。咁啊，就我哋求嘅时候，咁系咪主啊俾我哋系啊？原来有神迹奇事咧，有呢个咧就完全系啊符合即系主自己讲嘅话。咁咧就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咧，亦都有一套。咁咧就系、是、啊，就系、是、保罗讲嘅。佢话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察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份受者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嗱，即系咧，我哋睇到咧，就话喺旧约嘅思想里面，佢哋系啊，当佢哋系走去同即系食嗰啲人哋啲祭坛，即系嗰啲不信嗰啲即系好似嗰啲米甸嗰啲祭坛嘅时候，咁咧佢哋就变咗系属肉体啦。咁咧，佢哋咧就系同嗰啲祭坛有份啦。咁讲，即系话你喺神眼里，佢哋就变咗不洁。咁啊，即系话换之咧，即系我哋食用主嘅身体，同埋个饮佢嘅血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系成为洁净，成为祝福。所以呢个系祝福嘅杯，同埋咧就系、是、主为我系擘开嘅身体。我哋而家系领基督嘅身体，就唔系话哦，如果你係唔明所以啊，咁啊，同埋你唔係喺個牧師啊或者神父嗰度攞個餅咧，就 no good 咁講，係啊，真係啊，你唔明啊，因為點解咧？我哋係神嘅兒女嚟噶，咁所以我哋係啊食餐咧就話唔需要有其他人睇住，我哋唔係細路，OK，即係所以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就係、是、奉主嘅名咧，我哋而家領受主嘅身體。如果你系未准备好咧，你可以 pause 个 video，咁然之后咧，你可以系啊，跟住继续一路领受个身体，同埋个杯就系主嘅血。主啊，我哋多谢你呢个饼就系你嘅身体，基督嘅身体。我哋呢个系擘开嘅饼，系啊，主啊，你自己系俾我哋领受，我哋多谢你，你系吩咐我哋常常如此行。系纪念你嘅死，因为你嘅死咧，系啊，俾我哋有丰盈嘅生命，所以而家我哋系啊得到个系啊，就系唔系石头，系真正嘅饼，系啊，我哋因为我哋系天父嘅儿女，多谢你，
By your stripes we are healed，我哋得到健刚强，我哋得到系身体系健康，我哋得到系医治，我哋得到系祝福，我哋感谢主，阿门。主啊，多谢你，我哋虽然系人多。喺唔同嘅宗派或者唔同嘅家里面，但系我哋信嘅系一个饼，一个身体，就系、是、主你自己系我哋嘅身体，同埋呢个杯系你为我哋洒嘅血，就系、是、我哋一齐领受基督嘅血。所以我哋系咁做，我哋系咁做，就系、是、我哋系喺你个生命嗰度有份，因为我哋多谢你。你洗净我哋一切嘅罪，又系用你洒嘅血，诶，俾我哋能够呢度主嘅帮助，系得到随时嘅帮助。多谢主，我哋一齐领受呢个杯，系我哋而家有主嘅公义。阿门。我哋一齐做一个结束嘅祷告。耶稣基督，我哋真系感谢赞美你。我哋。系啊，多谢你，你嘅话语帮助安慰我哋啊！但系唔似你就俾我哋系有丰满嘅生命，有恩典，丰满嘅恩典，同埋系啊 gift of righteousness 系一个礼物，系主你俾嘅公义。主啊，系啊，你送俾我哋，多谢你。所以而家我哋又已经系所有啲罪系已经完全赦免。咁啊，同埋咧，我哋而家系有主嘅公义，所以我哋啊同主咧系会过永远嘅生命。我哋嘅感谢赞美你，Jesus 你啊，主啊，呢个时候我哋就系祝福啊，所有啲观众听众系俾佢哋健康平安啊，即系主我哋系啊俾佢哋系啊喺啊 coming days 系啊今年嘅。新年嘅时候，佢哋今年系啊，有主赐嘅平安，系啊，叫佢哋望耶稣，系啊，得到一切嘅好处，一切嘅祝福，系啊，俾佢哋系啊，每日系有主嘅供给，系啊，主啊嚟保守佢哋，俾佢哋嘅自己同埋佢哋嘅家人，系啊，全部都系得到主你自己嘅恩典，系啊，系常在佢哋嘅生命恩赐恩典，系啊。系啊，立喺佢哋身上，系俾佢哋有主嘅福分。In Jesus name, Amen. OK，我哋恭喜大家，系啊，新年中国新年系平安健康，系啊，叫佢哋系啊，家庭系啊，有主嘅祝福。In Jesus name, Amen.